为什么让放水？太忘记了。那么晚，你要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呢？你应该要收起来，太阳下山。有什么？你要把它手都塞到里面，然后一起箱子进去，用过就把它。只要袂当钱，对。几点了？没得搞啊！本来叫做吼，迄个落饭啊，甲饭落来喂吼，有物件迄就好啊。迄算咱加油尔啦。咱不半点钟嘛，没煮半个小时。没有。二十分哦。二十几分台，二十几分。你怎么半点钟嘞？我大家用录音机来滋咧比赛呢。好得啊，一三日出来。哦，好辛苦。所以你莫讲迄个点，我唔当食了不。我很想拿来吧，你要进来，你插了一个，要不然不行，不行。